近日，洛杉矶华人华侨的新美食，排队是常态，麻辣是特色。地道的成都火锅，大龙燚走进美国洛杉矶。大龙燚是创始于成都，在2013年我们开了第一家店，经过6年的时间呢，我们在中国全国以及境外的多个城市都开设了分店。大龙燚是一家成都地道的川味火锅品牌，荣获了国内多个全国10家的火锅称号，那么也是国内公认的明星最爱吃的火锅，我们希望能把四川火锅带到全国全球，让更多的华人能够爱上成都的味道，能够知道中国有一个地方叫成都。2017年5月7日，大龙燚火锅代表四川火锅登上美国纽约时报广场纳斯达克广告大屏。同年，大龙燚火锅奥兰多门市正式开业，成为首次冲出国门的四川本土火锅品牌。我们呢，把大龙燚这个品牌带到洛杉矶，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洛杉矶的华人，广大华人朋友们，因为在这里有很多留学的学生，工作在这边的人跟定居在这边的人，但是他们常常会很想念，国内的非常地道的成都老火锅的味道，所以呢，我们就想把这个品牌带过来，让这些人当他们思念家乡、想念这一口麻辣的味道的时候，能在我们这里尝到最新鲜的食材与最地道的味道。然后也是为了洛杉矶这边的食客们，因为有很多人没有机会在国内吃到正宗的成都老火锅的味道，那我们希望他们有机会能尝一口正宗的成都大龙燚麻辣火锅的正宗的口味。大龙燚经过5年多的发展，依旧是很难排队的火锅之一，也是民众和明星们喜欢的成都火锅，被中国餐饮协会评为中国10家火锅、中国正宗川味火锅领军品牌、中国火锅100强。它的特色是麻辣鲜香，我们用重口味的这个油料加上四川正宗的花椒辣椒，造就了大家喜爱的这个口味。大龙燚的特色就是比普通的火锅更辣、更麻、更入味。现在国内的人都比较喜欢重口味，那我相信海外的华人也会爱上这一口麻辣的味道。目前，大龙燚已经在全球各地拥有220余家火锅加盟餐厅。大龙燚，赞！大家固定住，看我这。